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Paradise was held at Chiang Kai-shek College, with more than 240 students from various Chinese schools participating. 中华文化大乐园在中正学院隆重开园, 各华校240余学员踊跃参加。 2024年6月10号，中国华文教育发展中心主办安徽海外联谊会与华教中心承办、菲律宾中正学院协办的2024年中华文化大乐园，在中正学院的马尼拉主校区举行开园仪式。中国安徽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严然、菲律宾安徽商会会长刘贵忠、华教中心主席黄端明、副主席兼师资部主任刘统厚、出版部主任林峰、中正学院校长叶启明等领导，以及文化大乐园的授课教师、管理教师、学员们和家长400余人出席了仪式。叶启明校长在讲话中感谢祖籍国的老师不辞辛苦，在为期2周的时间内，为来自各华校的240余位学员们分享宝贵的专业知识，同时也感谢华教中心每年坚持不懈地举办文化大乐园，让华校学生受益匪浅。活动将使学员们开阔视野，获得宝贵的文化体验，为深入学习打下基础。黄端明主席在致辞中鼓励大乐园的授课老师和管理教师把正确、美好、善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输送给非中下一代，争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、非中友谊的推动者、世界和平的缔造者，并鼓励学员们把握宝贵的学习机会，了解真正的中国和中华文化，做到学有所获、学有所成。严然副秘书长表示，安徽省与菲律宾在各领域的交往合作正在日益增多，特别在华教领域，双方在师资力量、师资培训、缔结姐妹学校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项目。他希望学员们抓住机会，提高中华语言文化素养，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贡献。聂珊珊老师代表大乐园授课教师发言，他表示所有授课教师非常珍惜这次宝贵机会，精心做好准备工作，希望为学员们带来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宝藏。仪式由大乐园授课教师王林凯、邓帆主持，最后参加仪式的领导、嘉宾、授课教师合影留念。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